娱乐圈里的豪门公主，第一位何超仪，澳门赌王何鸿燊、荷兰琼英的小女儿，自出生起备受宠爱，赌王特意送她豪宅，出道就与金城武、周星驰合作，如今半隐退。第二位何超莲，同样是赌王千金，母亲陈婉珍，18岁时赌王特意举办豪华生日宴，如今与窦骁在一起，两年感情稳定。第三位姚安娜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华为二公主，哈佛大学毕业签约天后，盛世发布 MV， 随后参加黄晓明中餐厅，资源无限。第四位郭可盈，父亲郭达昌是身价百亿的香港富豪，93年参加港姐出道，凭借《刑事侦缉档案》走红，如今爱情事业双丰收，隐退回家接管生意。第五位关颖，父亲陈国和是日盛集团总裁，外公台湾首富，他曾出演过《天国嫁衣》《痞子英雄》等，作为身价百亿的女星，如今结婚生子淡出圈。最后一位孙芸芸，祖父孙法明是太平洋电线电缆创始人，以一己之力日赚13亿帮父亲还债，通过拍广告、参加综艺提高知名度，创造奇迹。你还知道哪些在娱乐圈的豪门千金？